这么心急坐我的位置啊？不好意思，让您失望了。让开，艾姐，不是我要占您坐的，老板今天调整了办公位，您的座已经不在这儿了。 好啊，那我东西呢？这儿呢？放心吧，一个都没少。我哪敢动你艾姐的东西啊？你撒谎，还差一个最重要的。 起证啊，起证！来来来，去哪儿？谢谢杨哥。来吃。哎，谢谢杨哥。什么情况啊？来，你可能不会是二婚吧？你还玩意儿？狗嘴吐出象牙，你！要我说啊，肯定是早就怀孕了。你要他爸爸的是不是？哎，爸爸这俩字啊，我听着就顺耳朵了。占我便宜啊，他！ 说杨哥，这女人怀孕可是大事儿，你可别跟我们一样，是一包糖就给打发了呀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着也得好好犒劳犒劳。听我说，你们早说了啊，省钱怕浪费。哎，嫂子这么说你就信了呀？我告诉你，没有女人是不喜欢礼物的，还不赶紧给嫂子补上，对吧？对呀，赶紧补上呀。那我得取取经，那我应该送点什么呀？嗯，买包。 包治百病，肯定没错，对吧？对呀，包治百病，没了，喜事儿啊！杨哥让他爸爸了。哎，没有杨哥，恭喜恭喜！别客气，没有。没有。都有了吗？都有了。哎，赵总让你上去就行。啊，好。赵总，没事的。不急不急，坐坐坐坐。 坐坐坐坐坐，张总，什么样都有。杨哥，什么咖啡？哎，小丽，知道。谢谢杨哥。您拿块什么呢？哎，尝这 Hello Kitty。哎呦，不能吃这个，我这个血糖太高了。哦，哎，你这是喜糖吧？是是。嗯，那我这个。哎，谢谢赵总。嗯嗯嗯，好吃，好吃。 您找我有事儿啊？阳光，啊，嗯，你来公司几年了？10年，啊，赵总。嗯，10年了啊。我对你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赵总。我觉得我对你也挺好的。你看看啊，我都让你当上了副总设计师了，对不对？凯旋地产这么重要的项目。 我也让你参与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哎，我对你的一片良苦用心，你不会体会不到吧？体会得到啊！嗯，我一直在努力，准备随时报答您对我们的厚爱。嗯，那么现在摆在你面前这么好的一次报答我对你厚爱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把握呢？啥意思，赵总？你自己看看吧。哟。嗯 阳光一个字儿都没提呀、啊！这还挺伤心。咱们公司都一个字、啊。这属于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你爽什么爽啊？我跟你说话呢。你爽什么呀？人家爽是对的，人家都中国的骄傲了，你爽什么呀？啊？铮铮无业纸啊！没提你阳光一个字儿，连咱们公司也没提。有这样的吗？啊？你说你对得起我，对得起公司吗？赵总，我上次都跟您说过了。 他在领奖的时候就是开玩笑呢，咱不能顺杆爬呀。再说，从小我妈就教育我，不是我的东西不能拿。什么就不是你的东西啊？啊，咱们没偷没抢，人家送到咱们家门口了啊，拿过来怎么了？怎么就不行了？你是不是嫌这个奖小啊？不是，赵总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咱们就别蹭这热闹了。你不蹭，我还蹭呢。
我就想蹭热度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啊？现在讲究的是共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懂不懂啊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太紧张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这里太脏了，艾姐，我帮你擦。放那儿吧，我自己来。艾姐，你别生气。总肯定是故意整你的，等他气消了，你肯定不坐在这儿了。行了，不用这么安慰我。还有，就是昨天我不是故意不听你，是不用解释了，我能理解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谁和公子有仇啊？可是昨天我真的，忙你的吧，你工作吧。两碗牛肉面，再加两个蛋，还需要别的吗？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嘞。我看你弄坏了，蹭上油，手那么脏，小气劲儿的，给谁买的包啊？交新女朋友了，小情人？有毛病吧？我是那人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女朋友呢叫刘爱，我老婆叫刘爱，我的小情人也叫刘爱，记住了吗？啊，哎，优秀，痴情，酸。不过你会买包吗？这买包很有讲究的，什么材质的，啊，什么款式的，还有什么颜色的，那要是买错了，那钱不白花了。不行，我还得替你爸把关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你说我看一下什么样？怎么又不敲门了呢？我来告诉你，我这人特别轴，不喜欢做违心的事情，而且我还记仇，所以遗憾的通知你，我把你开了。你把我开了？对呀，因为我不会给你开我的机会。哎，这杯茶你不配喝。优点可多了去了，那一句两句啊，我根本就跟你说不完，你知道吗？行，你这碗狗粮啊，我相当为证。不，你包多少钱买的？23,800。服务员，哎，来了。要点什么？我加一个葱爆牛肉，一个大盘鸡，还有一坛好酒。你要干什么？不是，这吃的差不多了，不是吗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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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你要实在饿，你再加个蛋啊，加两个。好嘞。你可真够可以的人吧？你花那么多钱给你老婆买一包，你说请兄弟吃饭，加两个菜都不行，你也太抠了。怎么了？那是我老婆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你虽然是我兄弟。那你挣的比我还多呢，我凭什么呀？
喂，啊，看房看看看看，在哪儿？哎，我就在附近呢。行行行，一会儿见啊。好，那什么，兄弟还有事儿啊，我先走了。给我买单啊！啊，服务员，哎，这两单不要了。艾姐，这个是送给您的。其实这份礼物我很早之前就想送给您了，我在您手下做了这么长时间，说实在的，一开始我真的接受不了您的做事风格，可是时间久了才发现，其实你是个面冷心热的人，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我们好。这都说了些什么呀，艾姐，你多保重。干嘛呀？嗯？这么伤感？搞得跟以后不见面了一样。你说说你，跑我这儿来至少浪费了20分钟，能给5个客户打电话，知道吗？对了，在你办公桌的第三个抽屉里，有我的客户资料。我现在要是不告诉你的话，就你这脑子，一年以后你都看不见。你把你的客户资料全都给我了，不然呢？啊，谢谢艾姐。行了行了，谢过了。嗯，忙去吧。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保重，拜拜。好好工作。嗯。